1930年新年前后，闽西接连落下几场大雪，风雪弥漫，万山皆白。1月7日这天，一支红军队伍从古田出发，沿着山间小道一路攒行，很快，他们的身影就消失在漫天风雪之中。 这支队伍是红四军第二纵队，率领他们前行的是毛泽东。就在几天前，朱德已率红四军主力离开古田，向连城进发。红四军之所以撤离古田，这时国民党当局又调集闽粤赣三省14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又一次会剿。 1930年元旦刚过，赣军金汉鼎部便进抵长汀、突方和上杭旧县，福建会剿军则从龙岩、阚市一路进逼，准备与赣军两线夹击，合围古田。对于此番会剿，蒋介石特别训令，闽粤赣三省军队共同一致，不得推诿，以为一劳永逸之计。 面对敌军态势，红四军前委决定由朱德率1、3、4纵队先行出发北击连城，从敌人力量薄弱的北线打出去，再翻过武夷山，达到赣南，直捣金汉鼎后方，迫使其回援赣南，以解闽西苏区之围。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暂驻古田。 掩护主力远征。就在红四军主力出征之际，邓子恢派人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对红四军主力离开后闽西苏区可能遭受损失表示了忧虑。 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当即在信封上写下“离开闽西，巩固闽西”8个大字，叫来人带回。1930年1月，中共赣西特委根据中国中央指示，将江西红二、红三、红四、红五团合编为红六军。 军长由黄公略担任，刘士奇任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在此期间，中共闽西特委将闽西红军5个团合编为红12军，邓伟任军长，高敬山任政治委员。在完成掩护红四军主力出击的任务后，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二纵队也离开古田。 向福建省中北部的宁化、清流和明溪一带转移。行军途中，雨雪交加，道路泥泞，毛泽东却豪情满怀，吟就《如梦令》元旦一词：“宁化清流归化，路爱林深台华。”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今天，在毛泽东当年行军途经的宁化县和明溪县。 分别保存着一块几乎完全一样的牌匾，邓子恢手书的《如梦令》元旦。手书的题跋中，邓子恢注明：“自录毛主席在卅年前红军进军清营时所作《如梦令》词一首，以资纪念。”
而邓子恢之所以首录毛主席的词作，也是受毛泽东托付。1960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向党中央转呈了宁化县委的一份报告，请求毛主席书写《如梦令·元旦》一词。毛泽东经慎重考虑后，转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代为书写，而毛泽东极少请人代笔书写自己的诗词。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与邓子恢这位闽西苏区创始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收到邓子恢的手迹后，宁化县选用上等楠木，将其制作成一块牌匾，保存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依照这块牌匾，宁西县又用杉木复制了一块，收藏于宁西县革命纪念馆。今天在由英瑞高速进入广昌县城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组名为《广昌路上》的红色群雕。这组雕像以雄浑磅礴的气象，细致入微的刻画，再现了当年毛泽东率领红军转战广昌的历史情景。1930年1月20日，红四军第二纵队翻过武夷山，来到广昌。当获悉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已转移至宁都东韶后，他们又顶风冒雪赶往东韶。望着茫茫风雪，毛泽东激情奔涌，又在马背上吟出《剪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一词。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命令昨班10万工农下吉安。三天后，毛泽东率领第二纵队与红四军主力在宁都东韶胜利会合。红四军出击江西，迫使金汉鼎部不得不回师救援，国民党喧嚣一时的三省会剿遂告破产，不仅达到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的预期目的，而且在赣南分兵到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促进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随后，红四军向吉安进发，开始转战赣西南。1930年2月，中共红四军前委和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在吉安县东固地区皮头村举行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决定组成领导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和湘赣边工作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同时决定将中共赣西、赣南和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地处富水河畔的碑下村是千年古村。相传南宋初年，一个名叫胡晃的参军起居于此，遂使这里逐渐繁衍成胡姓族人聚居的村落。贯穿村庄的是店铺鳞次的碑下古街，从这里延伸出去的巷道纵横交错，连接着180多幢明清时期的赣派建筑，其中最为宏大的便是敦仁堂。
三进式结构的敦仁堂，院落深红，布局严整，为富田碑下胡氏总祠。其堂名及楹联均出自清代吉安籍状元刘毅之手。就在这座古朴庄严的祠堂里，1930年3月22日至29日，举行了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为创建中央苏区矗立起一座里程碑。正是在那次大会上，组成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由此标志着赣西南苏区业已形成。随着国民党军三省会剿黯然收场，闽西革命风潮再起，推动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在此形势下，中共闽西特委决定于1930年3月18日巴黎公社起义59周年之际，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在龙岩举行，共开了7天，选举产生了闽西苏维埃政府，推选邓子恢为主席。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闽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此时闽西已有6个县、62个区、557个乡，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红色区域人口约85万，占闽西各县总人口1半以上。因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在1930年3月份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也在1930年3月成立了。那么这两个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这两块根据地正式建立。这样基本实现了红四军前委1年前向中央提出的公开割据闽赣边界20余县的计划，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在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久，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来闽西视察，写下《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一文。他赞扬闽西苏维埃确实表现出来是工农的政府，并这样描述自己的见闻：在苏维埃政府之下，无田地或少田地的农民都分得了田地，成年吃黍扎的贫农都改吃白米，乡村的水沟、桥梁、道路都大家修理起来，很多地方组织了合作社来抵制商人抬高物价的剥削，并用很低的利息借款给贫苦农民。妇女解放了一切社会与家庭的约束压迫，获得了一切的自由。1930年6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赣南寻乌出发，再次进入闽西，经武平到上杭，分兵发动群众。闽西改天换地，展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气象，成了另一个世界的闽西。1930年6月2日，武平县城万人空巷，洋溢着热烈欢乐的气氛，家家户户涌上街头，迎接一支远道而来的红军队伍。这就是离开闽西已有半年的红四军。朱毛红军第三次入闽，使风起云涌的闽西革命形势更加高涨。红旗日报，当年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930年8月15日创刊。在1930年8月28日出版的红旗日报上，有一则地方通信这样写道：当朱毛红军重回闽西时，闽西革命势力尤其猛烈的发展。革命在迅猛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对土地革命的认识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化。一场事关土地分配原则的重要会议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了。1930年的时候，陈丕显还是一个14岁的少年，正担任南阳区儿童团团长。6月初的一天，他接到上级命令，要大家提高警惕，加强站岗放哨，防止坏人破坏。陈丕显意识到镇上一定要有什么大事了。果然，2天后，镇上便接连来了很多首长。但对于当时还是红小鬼的陈丕显来说，这些人他大多还不认得。陆续来到南阳镇的首长有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红四军前委委员，以及邓子恢、张鼎丞等闽西特委的领导，他们要在南阳镇举行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场选在龙田书院，那里是上杭县最早推行新式教育的地方之一。从1930年6月11日到13日，会议一连开了3天，史称南阳会议。会议在土地分配抽多补少的原则之外，另增加了抽肥补瘦一条。这对苏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我们福建的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呢，就探索出一种抽多补少的这个分田方法。这个政策应该是非常好啊。当时的报道就是几天之内这个政策一施行啊，几万的农民分了土地，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夙愿。随后在此过程中就发现另一个问题冒出来了，在这分田过程中有一些户农啊，把自己比较肥的地就藏起来，把那些山地边缘的地方的土地就分给农民，这样造成不公。毛泽东主持南阳会议正式是提出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汀江河畔的这处红军体育场是2015年建成的，为当地的中小学生提供了体育训练和比赛的场地。这里原先是一片空地，名为南寨广场，记录着人民军队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还在红四军为打破三省会剿而转战赣南之时，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就将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酝酿召开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2月20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刊发了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一份通告，
编号为第68号。这份通告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而起草的，宣布将在1930年5月1日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联系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以统一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行动。为组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共中央设立了筹备委员会，由林玉南任秘书长。林玉南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由湖北转赴上海的，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一直奋战在隐蔽战线。接受新的任命后，林玉南化名赵玉清，与中共地下党员张文秋扮作夫妻，以南洋归侨的身份入住上海英租界爱文义路上的一幢俄式洋房，作为筹备和举行会议的秘密地点，对外则称赵公馆。为确保安全起见，赵公馆还挂出私立医院的牌子，在底层布设了挂号和门诊间。从1930年5月中旬开始，来自全国各地苏区的代表装扮成求医者陆续走进赵公馆。5月20日上午9时，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红四军和赣西南、闽西苏区也派来参会代表，其中赣西南苏区代表是李文林、曾山，闽西苏区代表为郭堤仁。作家柔石是左联派出的代表，他在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中这样描述了会场上的情景：我们48人同聚在一间客厅式的房内，围绕着排列成一个颇大的工字形的桌边，桌上是铺着红布，布上是放着新鲜的艳丽的红花。我们的会议就在这样的一间浓厚的重叠的如火如血的空气中开始了。虽然身处白色恐怖之中，但代表们不但镇定自若地举行了一场空前的聚会，还通过一项重要决议，在1930年11月7日正式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永和镇，一个古老而繁华的集镇，地处浏阳河上游，大西河东南岸。1930年8月2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在这里与红三军团胜利会师。红三军团是以红五军为骨干发展起来的，于1930年6月10日前后宣告成立，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下辖两个军，第五军由彭德怀兼军长，滕代远兼政治委员，第八军由何长工任军长，邓前元任政治委员，全军团近10000人。红三军团成立后不久，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调主力开赴广西攻打桂军，长沙守备空虚。彭德怀捕捉到这一难得战机，率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27日攻占长沙。何健眼看大势已去，率领残兵逃出长沙。攻克长沙，这是红军攻占的第一个省会城市，一时间震动全国。何健并不甘心失败，迅速调集兵力，猛烈反扑，敌我兵力悬殊。彭德怀审时度势，于8月6日率部撤出长沙。此时，红一军团根据中共中央要他们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
于八月初到达南昌附近，根据敌我实际力量对比，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安邑、奉新地区。当获悉红三军团撤离长沙的消息后，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挥师西进，向红三军团靠拢。就这样，红一军团进抵浏阳县永和镇，与红三军团胜利会合。永和镇上这处三进五开间的老宅院，建于清代嘉庆年间，人称李家大屋。它见证了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的历史性会师。两军会师后，就在李家大屋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共30,000多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彭德怀、滕代远分任副总司令、副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不仅是创建中央苏区的重要力量，也是日后中央苏维埃政权的支柱，被称为中央红军。1930年3月初，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的李立三，成为党中央实际工作的主持者。他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主张红军应抛弃游击主义和农村割据，集中力量进攻中心城市，为此制定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计划。根据中央的命令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多数委员的意见，毛泽东、朱德于1930年8月24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此时，长沙国民党军共31个团，且已构筑起坚固的城防，而红一方面军只有13个团。自9月2日晚发起总攻，红一方面军连续围攻长沙10多天，仍未能突破敌军阵地。9月13日，毛泽东和朱德做出一个重要的战略决定，从长沙撤围，由红一军团夺取江西吉安，红三军团掠取峡江新干。1930年9月13日下午8点钟，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吉安，赣江中游重镇，赣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当时吉安已处于红色区域包围之中，成为一座孤城。红军如果打下吉安，便可将整个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使其成为巩固的后方。而此时驻守吉安的仅有国民党军的一个旅，兵力空虚。1930年10月4日，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攻击，至午夜占领吉安全城。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8000人，又连续攻占太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进一步扩大。1930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并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党的扩大的6届三中全会。会议改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议决定建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后，李立三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于1930年10月24日通过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决定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连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吉安工程以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府。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做了一个决议，就决定以赣西南苏区和湘鄂赣苏区为基础，建立中央的苏维埃区域。这个中央的苏维埃区域就是我们简称的中央苏区。后来，中共中央又对中央苏区的区域范围做了调整，将闽西苏区划入中央苏区的范围。这样，中央苏区的概念和区域范围基本得以确立。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缴获了敌军的一批重要文件。从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朱德第一次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大规模剿共的计划。此时，蒋介石已在中原大战中击败自己的北方对手，得以腾出手来，向被他视为心腹大患的朱毛红军发起全面进攻。第一次大围剿开始了。是。1930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告父老文告，将肃清共匪列为其治理国政五项政治措施之首。1930年10月20日前后，蒋介石出动10万多重兵，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迪平统辖，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兵分三路，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妄图将红一方面军消灭于沅水两岸。这时，红一方面军拥有4万多人。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全军撤至赣江东岸，诱敌深入，再寻机歼敌。11月6日，红一军团全部顺利东渡赣江。在地处赣江岸边的仁和村，矗立于村头的这棵百年老银杏，见证着村庄的历史变迁。树底下的修月山房，便是当年红三军团东渡赣江会议旧址。1930年11月4日，红三军团在修月山房举行了干部会议，传达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诱敌深入、战略转移、粉碎围剿的指示。第二天，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东渡赣江，致使国民党军拒歼红军于沅水两岸的计划落空。鲁迪平急忙调整部署，挥戈转向赣江以东，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这使得红军很快便捕捉到一个战机，由此取得一场决定战局的重大胜利，这就是龙岗大捷。战斗发生在江西省永丰县龙岗镇，对手是国民党进剿军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1930年12月30日，在漫天迷雾中，张辉瓒率第十八师两个旅和第28师一个旅的配合下，进入红军在龙岗设下的天罗地网，一场伏击战随即打响。
战斗中，敌第十八师两个旅被全歼，连师长张辉瓒也被活捉。红军取得自创建以来战果最为巨大的一场胜利。仁港大捷，歼灭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王牌师十八师。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九千人马，无一漏网，活捉了第师长张辉瓒。毛主席在当时写过一首诗：“雾满仁港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接着，红一方面军又在东韶歼灭国民党谭道源部第五十师三千余人，龙岗、东韶两仗共歼敌1.3万人。蒋介石兴师动众的第一次大围剿，遂告全线崩溃。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于1931年2月初，派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出任总指挥，调集20万人，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800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步步推进。针对国民党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略，毛泽东、朱德等人决定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然后自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1931年5月16日上午10时左右，红军打响了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当龚炳藩率国民党军第28师进入富田通往东固之间的白云山时，早已设伏于此的红军发起冲击，结果第28师大部被歼，4000余名官兵被俘。兵败白云山，让龚炳藩一生都为之记忆犹新，以至于他晚年还在回忆录中慨叹：一个10000多人编成的师，一下子就被歼灭光了。贵阳，这是地处福建省建宁县西北的一个古老山村，与江西广昌县接壤。位于村外的船顶隘，便是闽赣两省交界点。船顶隘因山势形如船顶而得名，自古以来便是西通赣西南、东连闽西北的重要门户。从这里延伸出的古驿道，以及矗立于古道上的这座超然亭，既印证着昔日商旅行贩不绝于途的繁盛景象，也留下了当年红军浴血转战的足迹。1931年5月29日，就是沿着船顶隘古道，红一方面军从广昌进入建宁，随后向建宁县城发起进攻。5月31日，红军攻克建宁县城，歼灭国民党军刘和鼎师3个团，俘敌3000余人。这场大捷成为第二次反围剿的收官之役。700里驱15日，赣水苍茫岷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红军转战赣闽两省，驰骋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自赣江江畔直达福建建宁，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大围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一部锈迹斑斑、印满岁月痕迹的无线电台，这就是当年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龙岗大捷中缴获的战利品。
虽然这部电台人称半部电台，但却是红一方面军的第一部无线电台，承载着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业史。当时对红军来说，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信，因为原有的骑兵传令乃至有线通信都已无法满足作战需要。而龙岗战斗中缴获的电台发报机已经受损，只能收报不能发报。不过幸运的是，红军还俘获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的十名无线电技术人员，其中包括无线电台台长王正和报务员刘银。这些技术人员主动表示愿意留下来加入红军。1931年1月6日，就是利用那半部电台，王正和刘银成功接收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1月10日，红一方面军创建了无线电通讯大队，由王正任队长。这是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起点。在建宁县西口镇境内，西口大桥西桥头东侧与大桥下游睢溪河西岸之间的这片区域，就是当年红一方面军无线电大队驻地。建宁大捷后，王正率无线电大队移驻于此，而中共中央培养的一批无线电技术人员也陆续从上海来到这里。偏远而宁静的山谷中，聚集着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批无线电精英。这时红军已经拥有了一部完好无损的无线电台，这是在白云山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利用这部100瓦大功率电台，刘银成功地与上海的中共中央电台取得联络。从此上海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架起一道空中联络线，留下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在革命军队的熔炉中，王正、刘银不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且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电讯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者。虽然接连遭遇惨败，但蒋介石仍不善罢甘休，又以30万兵力发动第三次大围剿，并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1931年6月24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明书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面对长驱直入的来犯之敌，1931年7月1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建宁出发，千里回师，直趋赣南。8月7日至11日，红军在兴国的莲塘、梁村和宁都黄陂接连发动攻击，三战三捷，歼敌10000余人。至1931年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共歼灭敌军30000余人。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贵阳这个地处闽赣两省边界的小山村，为红军反围剿胜利做出了牺牲与贡献。早在1931年初，这里就组建了建宁县首支地方革命武装贵阳游击队。当红一方面军由广昌转战至建宁时，贵阳游击队给红军带路，配合红军作战，助力红军取得建宁大捷。
青壮年男子踊跃参加红军，先后有十几名贵阳子弟在反围剿战斗中英勇捐躯。中央苏区军民就这样用血肉之躯支撑起一片红色天空。正是人民的支持，人民的拥护，使红军得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三次打破敌人以数倍于己的兵力所发动的军事围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守住江山就是守住民心。毛主席领导的军队所以不贬值，所以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舍敌地和人民用在一起了。红一方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闽西苏区与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为中央苏区的创立完成了奠基礼。而这时，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一直在紧张而秘密地进行着。中央苏维埃红色政权即将在赣南闽西的红土地上诞生，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正在到来。